夫人啊，快把我放下来！我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夫人害羞了。快把我放下来！我不，都愣着干什么呀？跟着呀！ 幸好夫人没事，不然小人也不活了。行了，咱们家不兴这一套，我这不是平安的回来了吗？夫人，这是少主特意吩咐小人煮的姜汤，驱驱寒。多谢。 幸好夫人没事，不然小人也不活了。我刚刚还未完平平战战，你这又来了。怎么咳嗽了？该不会是染风寒了吧？喂，你先把姜汤喝了。我不是给你写信说这里没事了吗？你怎么还是来了？我没收到信啊，四嫂跟我说你遇到了山匪。 我实在是急得很，就过来寻你了。没收到。四嫂，把用在上官身上的手段，对我又使了一遍。不过我现在能在你身边，我就安心多了。六弟，弟妹没事吧？ 大夫可有来瞧过？我带了红参给弟妹驱寒压惊，谢不说。记得服用。 六弟要与我说什么？你以为扣了静源的家书，便无迹可寻？六弟说什么？为兄听不懂。朝堂之事不要牵扯到令渊。
若你再把脏手伸到景园，你会死到难看的。